중국 드라마 대사를 예문으로 성어 첸팡 바이지를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천 가지 방법과 백 가지 계략으로 이런 뜻이지요. 온갖 방법을 다 쓰다. 첸팡 바이지, 形容 想尽一切主意, 用尽各种方法. 모든 아이디어를 다 생각해내고 각종 방법을 다 써보다. 비슷한 사자성어로는 샹팡设法가 있습니다. 역시 온갖 방법을 다 생각해내다. 드라마 예문 6개를 각각 자막 없는 원본 2번, 해서 자막 있는 동영상 2번을 본 다음에 6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때는 정상 속도로, 따라하면서 외워보실 때는 0.75 배속으로 해보시고요. 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당신이 내가 살고 있는 집값을 올려서 나로 하여금 갈 데가 없게 만들어 놓고 온갖 방법을 다 써서 당신이 미리 마련해 놓은 집으로 내가 들어가서 살게 하려는 거잖아. 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聂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聂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不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안 돼, 안 돼. 너는 그녀를 찾아가서는 안 돼. 니왜什么老拦着我呀?너왜 맨날 나를 막는데? 니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毕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너 온갖 수단을 다 써서 내가 毕小然찾아가는 걸 막는데, 혹시 무슨 음모가 있는 거 아니야? 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聂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聂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林檀木，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檀木，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默，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儿，所以才对他下手。분명히 林泰默가 그랬을 거야. 그는 분명히 将军이 온갖 수단 방법을 다 써서 MH에 들어오려고 하는 것이 그녀의 아버지 일을 조사하기 위해서라고 생각할 테니까. 그래서 그녀를 처치하려고 그녀에게 손을 쓴 거지. 是林檀木，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檀木，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我说你长没长心呢？哎，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哎，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你说你长没长心呢？长心，철이 들다, 생각이 있다, 이런 얘기죠? 너 생각은 있는 거냐? 철은 언제 드냐 도대체? 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你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너 혹시 이렇게 생각하는 거 아니냐? 네가 온갖 방법을 다 써서 그녀를 너희 옆에 가둬두기만 하면 그녀가 네가 그녀를 좋아한다는 것을 알아차릴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하는 거 아니야?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원래 그런 거 아니야? 당연한 거 아니야? 天真, 순진하기는.
我说你长没长心呢？哎，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哎，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丢赢的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丢赢的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人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迪欧는회사이름같죠？그녀는머리가잘돌아가。그녀가아이디어를내기만하면디오가상업이윤을얻을수있게만들거야。자네는무슨수를써서라도그녀를막아야해。这有点难，그건좀어려운데요。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丢赢的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丢赢的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个女厕所啊，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个女厕所啊，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이렇게멀리커피사가지고오게했다고여자가툴툴대는중입니다。내가지금자네에게황제를만날기회를주는거야。面圣까지만해도황제를만나다라는뜻입니다。面圣皇上，황제를만나다라는뜻이죠。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자네아는가우리회사에서얼마나많은사람들이언제나온갖방법을다써서회사에서뭐좀우연한기회만들수없을까하고애쓰는거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旅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뭐엘리베이터라든가구내식당입구라든가여자화장실이라든가뭐하여간어쨌든간에나한번보기가그렇게쉬운게아니라고。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个女厕所，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你抬高我的房价，让我无处可去，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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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行不行？你不能去找他。你为什么老拦着我呀？你千方百计阻拦我去找配小然，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林檀木，他应该是觉得
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莫，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莫，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莫，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莫，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是林泰莫，他应该是觉得将军千方百计进 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所以才对他下手。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我说你长没长心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的把他圈在身边，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天真。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他这个脑子活，只要他出招，一定能帮迪欧赢得商业利益。你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他。这有点难啊。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我这是给你一个面圣皇上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在公司制造偶遇的机会，在什么电梯间，在什么食堂门口，在什么那女厕，总之想见我没那么容易。